我是真想帮你，可是啊，我真不知道这大明他躲到哪儿去了。小徐呀，都跟我说了，你跟刘大夫都是好心我们这一家子都对不住你。你说大明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害得刘大夫还蹲了大牢。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？大妈，您别太难过，这事儿不能怪您。我怎么养了这么个不争气的儿子？我要是知道，他就是犯了枪毙的罪，我也绝不保庇他。大妈，您能告诉我，大明他平时都跟哪些人有来往吗？我都告诉你。你找支笔来，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。你找什么呀？我打听一下，李昌河是住这儿吗？我就是啊。您认识陈大明吗？陈大明，你好像不是警察吧？我不是警察，我就是找陈大明。不是，不是那人。哎，您请等一下，你告诉我陈大明在什么地方行吗？不是，我这正输了钱呢，你找陈大明，你不找警察去？他们都知道。小姐，您这两天见过陈大明吗？你要理发，我就好好给你弄；你要找陈大明啊，你就出去吧。你到底想怎么着？理发。不用剪太多啊，您就在边上小，哎，休息一下。你到底认不认识陈大明？你有病啊！师傅你好，请问你们这有没有一个叫大巴拉的人？喂，大巴拉，有人找你。谁找我啊？你好，请问你是叫大巴拉吗？你是谁啊？我是找陈大明，有点急事儿，跟我爱人有关系。他母亲跟我说，你跟他是好朋友，所以我想你可能知道他在什么地方。老太太说的。对啊，他母亲现在病得很重，也让我给他带话，让他早点回家。哥们儿，不瞒你说，前两天警察找过我，他们也在找大明。你现在跟我说他妈让他回家，你说这事儿我能信吗？我有必要骗你吗？你要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老太太。算了吧，我过去啊是跟大明不错，可最近。差不多有两年了吧，我跟他就没见过面。这事儿你也可以去问他妈去。大妈，哎，您怎么样？好些吗？好多了，老让你惦记着我。大明找到了吗？大妈这边还幸亏有你在照顾。你都能这样做，我毕竟还是他们家的亲戚啊。日后想到有什么事儿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我还真想起件事来，我记得陈大明跟我说过，差不多半年以前他去了一趟外地，好像有个朋友要找他做什么生意。他去哪儿了？你记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？名字，他还真说了，可是我忘了。我只记得，也是他监狱里的一个朋友。当时好像有个人跟他一块儿去的，叫什么来着？你看，大哥的，不对，叫是不是叫大巴郎？哎，对，好像就是这名。
哎。我说哥们儿，你累不累啊？陈大明我没见过，不是跟你讲了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你在撒谎。半年前你还跟陈大明去过外地。谁撒谎啊？根本没影的事儿。谁胡说八道来着？我知道你不愿意沾这个事儿，尤其是现在警察也在找陈大明，你信不过我，我知道你知道。你这不挺明白的吗？既然知道赶紧的，怎么来怎么回吧。啊，我爱人救了陈大明的命，可因为这事儿我爱人被警察抓走了，陈大明跑了。其实他没多大事儿，如果能回去跟警察说明情况的话，那我爱人就有救了。你老婆她关我屁事儿，你爱找谁找谁，我管不着。你等等。怎么着，想动手？我告诉你啊，就你这副德行，瘦了吧唧的，三个捆一块都不是个。好，那你就把该说的跟警察说吧。哎，哥们儿，哥们儿最近手头有点紧。叫王少，去山西？你一个人？对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线索有没有用，但这是唯一的线索，没办法，只能去碰碰运气了。会不会太危险？你去那儿人地两生的行吗？再危险也得去。刘云是因为我才成这样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单位的事儿就交给我吧，我支持你，你去吧。谢谢。我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，耿林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他不想让你知道，是怕你跟着操心吧。我刚从你妈妈家过来，本来想去看看孩子，他老人家把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了。孩子好吗？挺好的。刘云，我听你妈妈说，出事后耿宁就没来看过你。他忙吧？咱不提他了。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跟你商量。我想自己带那孩子。也好。你现在这样，你妈妈身体又不好，所以我。彭丽，你不用解释，你能这么做，我很高兴。我相信，曹世瑞也会很高兴的。
哎，得，燕麦来了，你怎么这么慢呢？你，嗨，破云人，还向我打听来着。该你了。长什么样啊？长什么样？没见过，不是本地人。好像有人。你就是陈大明吧？ 你谁呀？刘大夫，你一定记得吧？我是他丈夫。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这些都不要再说了。那天在我们家发生的事儿，你都看见了吗？怎么了？ 你能跟我说一下这个过程吗？你被打晕了，那人要用椅子砸你，你老婆不干了，就给了他一剪刀，对吧？你都知道。哎，那人怎么样了？他死了，活该。刘大夫被警察抓走了。 哎，这不对呀！你在场啊，你老婆是为了救你啊。你得给警察说呀。是啊，我已经找了刘云的律师，他跟我说了，因为我是他丈夫，所以我的证词在法律上是无效的。嗯，现在必须要找到现场另外一个证人，这样才会救刘云。所以我这么多天找到你，就是麻烦你来为他作证。哎，等一下。 你什么意思？让我去作证？啊？开玩笑呢！这忙我帮不了你。为什么不能帮？为什么？这不明摆着吗？啊，我去作证，我就得完了。陈大明，这件事情是由你而起，你不能看着刘云这样不管吧？刘大夫是好人，这事儿我记得，以后我一定报答。 现在我真帮不了你。好，你可以不在乎别人，但是你妈，她的死活你也不管吗？你有病吧？你找我妈干嘛呀？你妈病了，病得很重，她让我给你带话，让你回去。扯淡！甭拿我妈说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我不会跟你作证的。陈大明，我告诉你，刘云大夫的事儿是因你而起的。 陈大明，我来了就没打算一个人回去。让开！哎！ 陈大明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死心吧。情况我都知道了，我们会和山西方面联系，尽快找到王胜和陈大明。你辛苦了。 回家洗个澡，好好休息休息。我求求你们了，别让他再跑了，行吗？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
找到陈大明了，可是又让他跑了。你一个人去的？他确实看见当时发生的情况，如果能给你作证的话，那你就没事了。耿凌，你这么干太危险了。相信我好吗？我一定要把你救出去。你还打算再追下去？我不会放弃。耿凌，你为我这么做，我很感动。但是你别着急啊，警察会找到陈大明的，他们会把一切都查明白。其实我在里面还可以。什么还可以？谁愿意老在这儿待着？庞丽，你好。刘云说你把孩子接到这儿来了，我来看看他。进来吧。哎，孩子正在睡午觉呢。啊，怎么样，他还好吗？挺好的，坐。哎，刘云，他妈妈病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没告诉我，我想他妈妈也未必想见我。刘云的案子怎么样了？找到了一个目击证人，如果他愿意作证的话，那么刘云就是正当防卫。那人呢？跑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没有别的任何办法，继续找。拿着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收起来吧，我这是给刘云的。谢谢了，我替刘云谢谢你。如果我们真需要的话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哎，我去机场，你可以搭我的车。哦，你去哪儿啊？去法国，一个星期。喂，冯处吗？我是耿林。现在还不清楚，但凡有一线希望，我就会努力的。好，拜托，再见。我可以作证，可我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给我20万。来，坐。你这么铤而走险，
就是为了你母亲，对吗？刘大夫的事儿，我挺抱歉的。本来凭良心说，我不该再向你要钱了。我妈得换肾，我要去作证，就得把我的事儿全兜出来，然后去坐牢。坐牢我倒不怕，大不了把牢底坐穿呗。可我一走，我妈就得死了。你妈我什么都成，一句话给我20万，还你老婆出来。你能容我再想想吗？我容你，谁容我呀？我要是出了事儿，你老婆一定玩完。话我都说到了，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。你要是把钱凑够，就呼这一号。我会通知你什么时候把20万送到医院。我妈的手术什么时候定下来？我什么时候去给你作证？我给了你钱，你不去作证，怎么办？我进了监狱，你再把钱从医院里拿出来，我怎么办？反正3天以后你就甭想找着我，这事儿你自个掂量着办。等等，你不会拿你的母亲开玩笑是吗？你挺聪明。好，我尽快的把这笔钱找来。我等着。哎，你同意作证，就是为了你妈吗？你说呢？反正倒文物又判不了死刑，2-3年，20万挺值的。你和刘大夫都是好人。你好，哎，耿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找一下彭丽。哎，彭总出国了，现在应该在飞机上了。哦，对对对，我都忘了。你找彭总有什么事儿？也许我可以帮你。你就直说嘛，您跟彭总是老交情了，您有事儿只要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，我都可以帮你。我想跟你们彭总借点钱。嗨，看把你给为难的。哎，你说吧，借多少？20万。对不起，那你就得等彭总回来了。耿总，您找我。啊，对，来，请坐。坐坐坐。是这样，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一下啊。咱们公司跟香港签的那个虫草出口合同，你看过吗？没看过。回头我把合同给你。现在情况是这样的，咱们上货的那家西藏公司提出来要先付这个定金，啊，他们老总现在就在。你见过？好像叫热布什么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他。我昨天见到他，他跟我说呢，希望能够这次把这个定金能够带回去，他明天就走。所以现在的问题是，要20万，现金。20万，现金。时间是紧了点，有困难。是吧？可是我觉得在几家公司里边，他们报价是最实的，不做也可惜了。
啊，所以我跟你商量一下啊，你在工行不是有熟人吗？你试试，成吗？成吧，我找他们好好说说，应该是没问题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去。辛苦。哎，对了，耿总，那发票？啊，他们说了，回去以后马上会寄来。国营公司，跑不了。哎喂，小王吗？我是耿林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彭总7天以后肯定能回来吧？肯定哈。啊，好，哎，没别的事儿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喂，哎，小姐你好，请呼一下9799。啊，我姓耿。电话是13601096667。好，谢谢。喂，是陈大明吗？办妥了吗？这笔钱数目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一时半会儿凑不齐。你能不能再还我2天？你甭跟我商量，凑不齐就拉倒。那就只能这样了。你自个儿想明白就行，我无所谓。行了，我挂了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样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我把钱怎么交给你？送过去 啊， 我跟乐部约好了，是不是叫个人陪您去一趟？不用了吧，耿总，这不符合规定吧？没事了吧？是陈大明吗？我是耿林。钱我已经交到医院了。好，你先挂了，我5分钟后打过来。转收款处。喂，喂，啊，你好，我打听一下，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一位要换肾的老太太，把20万手术费已经交了？啊，她叫李秀芳，对对对。好，哎，我还想打听一下，手术什么时候能做呀？大妈，您准备准备，明天我就送您去医院。这是真的，你不蒙我。您放心吧，
这钱是我亲自去交的，没错。孩子，你跟大妈说实话，这个钱。喂，肯林吗？我陈大明。大妈，大明来电话。啊。妈呀，我大明。大明，你在哪儿呢？没事儿。肯林把医院手术费的单据给你了吗？啊。对。妈，你是不是明天去医院啊？是。他是这么说的。你把电话给耿玲。找你。喂，我是耿玲。耿玲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公安局门口，7点钟之前我准到。大明，你就放心吧。大妈这边，我都会安排好的。你是干嘛呢？我在等人。等谁？一个证人。是吗？谁呀？一会儿你见了就知道。妈。大明。大明啊。哎，你别起来。躺着躺着，哎呦，你可回来了！我刚下飞机，我来看看你。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那刘大夫怎么样？警察说他是正当防卫，明天就放他出来。那你呢？我就是跟人打了几架，让警察骂了一顿，没事儿嘛。收据你都看到了吗？手术我都安排好了，表妹照顾你，我就不陪你了，你踏踏实实做手术，啊？那你上哪儿去？妈，我去非洲，我跟几个哥们商量好了，去那儿干劳务，马上就得上飞机了。大明，这样妈活。一定去看你，妈。你保重身体。一号，哎，队长，哎，耿林，你这是？我在等陈大明。陈大明，找到他了？啊，他答应一会儿就来作证。那你干嘛不早点通知我们？不是，他说，因为刘云救过他的命，所以他愿意出来作证。这回他肯定不会再跑。他这么说的？你跟他约的是几点？7点。他说7点肯定到，你看看表，现在是几点？你刚那么一说，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陈大明是什么人？他的话你也信？说你傻吧，是骂你，可你说你这能算明白人吗？陈大明这种人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他不骗你骗谁去啊？我觉得他不会。我能不能再呼他一下？呼吧。喂，小姐，你好，请呼9799，姓耿。哎，电话是13，啊？什么？
不会吧？停机了是不是？啊，胡台说一个小时以前他就停机了，说是去非洲了。去非洲？还去月球呢？这可是一大俗招。哎，搁你身上还挺好使的。嗨，可怎么说你啊？论岁数我得叫一声哥，可你这脑袋瓜怎么跟三岁小孩似的？格林，你就是信不过我们。要是早跟我们通个气儿，陈大明他往哪儿跑？我真不爱说你，看着你挺聪明个人，都三十好几了，怎么还这么缺心眼儿啊你？队长，回家吧。屋子我都打扫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当然离你的要求肯定很远了，但是我觉得已经挺不容易的。你这就走吗？其实你可以住在这儿。我还是走吧，省得你烦。你是耿林吗？是。你涉嫌挪用公款，已经被我们立案侦查，现在决定对你执行传唤。被告人耿林，在担任原乐华医药用品公司总经理期间，于1999年6月5日利用职务之便，贪污挪用公款人民币20万元。刘云，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突然的让我来不及跟你解释，但我希望你能相信我，我这么做有我自己的道理。当我决定这么做的时候，对于后果我已经考虑得非常清楚了，现在的一切都是我必须而且也有能力去承担的。我的确挪用了那笔钱，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没有丝毫委屈我的地方，这不是什么误会，而是一个事实。关于离婚的事，我很感激你最终给予我谅解，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目前的处境而改变自己的决定。我随时愿意配合你办妥离婚的一切手续。啊，对了，答应我一件事好吗？在这一年里，我希望你不要来看我，请允许我保留一点最后的自尊。认罪态度较好，
案发后积极退赔全部赃款，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。被告人耿林犯挪用公款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我知道了，是你给我垫上的，谢谢了。不用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那20万你到底给谁了吧？别问了。你需要钱可以等我回来，你也知道我会借给你的。我听说了陈大明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跟检察院的人说你把钱借给了陈大明呢？他们会怀疑是我收买了陈大明，也会怀疑陈大明的供词是否有效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刘云。回家吧。我走了。